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猴土莲花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好家伙，听的全是女的。谢谢广州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谢谢，感谢大家。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马上就要进入2020年。三个小时估计。今天算是跨年的一场演出。对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不是第一次在广州跨年。2017是吧？2017，哦，也是在这儿跨的年。广州，今天又一次来到这里，说明广州啊，美啊。我打什么别的词儿呢？广州，谢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啊。刚才那个节目叫做《对春联》，对，刘晓婷、张九泰不认识、是吧？这都是一个单位的嘛。张九泰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。是。刚才二位说的时候，我听台底下很多女生在尖叫啊啊啊！好，我奉劝各位啊，尖叫可以，开心可以。对。就是把这个嗓子呀、稍微省着点儿，因为今天的演出时间会比较长。好好好，理解大家的心情啊。今天这个场馆又比较大，人又比较多。是。啊，好在音响还可以，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吧？耶、yeah, 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。哎，你也是有阴影。那位，你怎么了你？我也爱你啊！好了好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广州这么开放，好好，不要影响身边的朋友啊！我看头一排一位大哥戴眼镜，大哥，大哥感觉一年都没过好，大哥啊，会更好的，好吗？哎，明年会更好。谢谢。上台来呢，我们还是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基本的礼仪。对了，因为难免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哎、这个啊、虽然我前几年比较红，但是现在也落下来了啊。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岳云鹏，一个小学生。谢谢。行，这儿可能消息比较闭塞啊。还不知道你不红了呢 真的没有想到啊，还有人认识我，特别开心。这是我的搭档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相声讲究四门功课。你等会儿，我这名字就不值得说嘛。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啊，爆出捧哏演员的名字来会比我们逗哏的掌声多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说我就避免这个情况发生。不，没，那你也得说，这就是基本的这个礼仪。我怕姑娘们再尖叫。没事哈，我怕那个没您火，您放心，是吧？没您火，我怕那个男生再懵掉。我就怕那个男生喊。我看那个男生喊不喊啊？灰衣服那个，啊，来啊，他叫孙越。那个男生，那个男生是这样的，我说他叫孙越，男生。挺好，也不是这男是谁啊。
没事，我们对不起您那是。没说你，你坐第三排，这真有意思。你抢什么第一排的话？真是的，你那票有人家贵吗？啊？一样一样。哦，一样啊！一样就 I'm sorry 了啊！今天我很开心，真的，每次演出我都会特别开心。是，好好的给大家说相声啊。对。因为这个插科打诨这不是主要的节目。干点正事儿。哎，孙老师，我们两个人呐，都是相声演员。对了。在一起啊，搭档十来年了。十年整吧，就算。今年是第十年，马上就要第十一年了。是。多么的神奇啊！这都活着呢、啊。十年的时间，我们俩经历了比较多。是啊，我也从孙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互相学习。这个我是不是过分了，谦虚的？没有，从您身上学到为人的谦虚。要谢谢您，对吧？不在乎钱。哎呦呵，研究相声。哎呦，琢磨业务。是，这都是应该向您学习的东西。年底了，你要求我办什么事儿？这是没有没有，真的不办事儿。哦，哎，我们相声演员就应该什么都学。哎，这倒是，什么都练，多接触。过去这个相声是曲艺之一，但现在也是啊，曲艺类。哎，耍弹变练。哎，对，十样杂耍。哎，什么都有。哎，魔术杂技都算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相声拜师的时候我们叫拜师。嗯，旁边就有那个变魔术的。哎，得通知人家一声。为什么有变魔术的？我们是一支儿啊，就是一个行当，属于是一个行当。嗯，变魔术的过去不叫变魔术，那叫戏法儿。啊，戏法儿。哎，变戏法儿。啊，对了，过去老天桥，嗯，北京老天桥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北京啊？北京城市是一个大城市啊，那个北上广深是一样的啊。哈，行，这个你不红是活该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啊，过去北京老天桥，十样杂耍什么都有。那过去杂耍园子。对了，有这么一位啊，叫弹弓子张。哦，这位姓张。哎，弹弓子张，为什么叫弹弓子张呢？为什么呀？弹弓子打得特别的准。哦，就是那个。我不知道这个广州叫这个弹弓子叫什么，弹弓几是吧？您别愣来行吗？你这。我不懂广州话。崩弓子，你是弹弓子。啊，广州叫崩弓几。啊，没没。啊，人家弹弓子都听得懂。行，就弹弓子，哎，就那个，弹弓。才明白是吗？就弹弓子打得特别准。哦。准到什么程度？您说说。在他十米开外。十米。放这么一个茶壶。过去那茶壶。茶壶嘴上。啊。放一个铜钱。啊，那有一窝也能立住了。立起来。哦。十米开外。拿起这个弹弓子，那小泥丸里面放一个小泥丸啊，对，瞄准儿。你往这边偏偏，你手往这边偏，脸太大挡航道，手往外，这挂一血道多寒碜呀！从嘴里吐着，嚯，这亮什么呢？这。你俩生活比个业，大家伙儿。你像生活比个业干什么？对，瞄准。啪！这是个散弹，是吧？就这么一下打倒一大片。行了，别吹了，这好好的。再看这个茶壶。啊。没事儿。哦，茶壶没事儿。哎。那铜钱呢？铜钱飞了，哟，就这么准，十米开外这么点一铜钱打飞了。哎，对了，准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这是真功夫啊。哦，这是硬气功一种算。那是啊，是。还有这么一个啊，叫做银枪刺咽喉。哦，这有，这有吧？电视都有，听说过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嗯，中间一杆枪。对，白蜡杆的枪。哎，两边都有枪头。银枪头。两个人啊，往那一站，这个枪啊，三米来长。嚯！哎，这个两个人，站十米开外，这个枪，谁也扎不着谁。哎，绝活啊，各位！您等，要体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啊，安全吗？是吧？开玩笑，这两个人缓缓都往前移动，把这枪尖抵在这儿，把枪拿起来，
对准自己的梗嗓咽喉。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哎，就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没有啊。我连合着素都没有、嗯、刚才还比划呢、哎、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我这告诉你，我这告诉你有脖子。你别瞎扒着。有个屁你有。梗嗓咽喉啊，顶着、嗯、松手，俩人，两个人同时使劲啊，就相对，这年过的使劲啊、嗯、啊，好，再看这俩人怎么样，全死了啊。您的节目够费人的，什么叫全死了，像话？什么叫废人？嗯，同时使劲儿，啊、嗯，一起往前走，把这枪杆顶弯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哇、哦，啊，好，这直哆嗦，你看。再看这杆枪怎么样？弯了。哎，对，你不是顶折了能？俩人没事啊。是硬气功嘛？就这儿，嗯，起了一个茧子，这小白点儿有的是。哎，对了，哎，这真功夫、啊。这是硬气功。哎，门后台。谁门后台？门。还是大家闺秀那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北京人说话有口音。你别挨骂了。在我们后台，啊，有这么一个演员，谁？烧饼。哦，就是，哦，就是那健身的那个哈。啊，对了，发大财那个啊。烧老师，烧老师的父亲。烧了。你挺好，老师给烧了干嘛这？这不是姓烧吗？烧饼外号朱老师。朱老师，嗯。朱老师的父亲老烧，你等会儿，这爷俩谁推谁呀、啊？这是老朱啊，老朱啊、嗯，哎，前一段时间看人家表演这个了啊、嗯，喜欢，喜欢，决定自己演一回。您等会儿，这有基础吗？就自己，嗨，喜欢玩，上菜市场啊、哦嗯，买了一杆枪，三米来长，哇、哦，纯铁打造，好，买了一个枪头消防用的，买了个枪头特别尖，嗯，扣上。你还用个螺丝扣啊？哎，螺丝扣上了，扛着就回家了。好家伙！喊那个烧妈，烧妈呢？烧妈，烧饼的妈妈呀！烧你别烧妈呀！烧母，烧母，哎对，叫烧饼的妈妈正在摘菜，韭菜。韭菜要这么摘可吃不了了。扣，哎，一点点扣韭菜。哦，知道吗？老烧就过来了。老烧。老朱，哎，哎，我说哎，哎，干嘛呀？啊，过来干嘛？刺我！这叫什么话？这叫对，就让他刺他，拿着枪就扎他。哎，嗯、我不去，嗯，太危险。对，过来。哎呦。非得练这个。刺我，他妈妈呀，嗯，软心肠。这老太太嘛，哎，得了，满足你，啊、满足你、啊、这是软心肠吗？这个，满足你啊。他爸爸站好了，嗯，他妈拿着枪，怎么样？对准烧饼的父亲啊。哦呦，好家伙，钉墙上了。这废话，老太太够有劲儿的，钉墙上了。哎呀，他爸当时就死了。活不了了，他妈判了七年啊！那是，现在算孤儿了，你们。这都真事儿，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？知道吗？胡说八道，这人家的绝活。嗯，各位怎么样？广州的朋友，嗯，我也会绝活。你也会啊？那枪呢？拿来，我刺你。各位，我练了8年的绝活。什么？8年？这绝活练8年？什么绝活？咱哎，首先怎么样？白不白？白剑锋还不白？这什么？这什么绝活？茶壶嘴儿的？看着啊！绝活，我瞧瞧，怎么了？打乱我的节奏，这很伤内功的，知道吗？对，一会儿岔气打滚了呗。我下去，这8年，你住！你看啊，这8年，首先合得上，
合着，哦，这是玩笑啊。哦，嘿，哟呵，这，啊，我让他过来，他就得过来。八年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还挺有劲儿，你要不找人瞧瞧吧。哟，八年的绝活。哎哎，要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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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退什么票？退票。您等会儿，这个绝活您练了八年，八年。哎，那个，反正大过年的我豁出去了，我试试行吗？你来不了，我试试。伤元气。没事，我死一半我都乐意。嗯，伤元气。我试。这练不好容易崩喽。没事，我试试啊，不一定练成功，我争取。不行，坐这儿。我来了。保安大哥，你帮我拦住他好吗？不用，我试试。怎么着呢？那手这样是吧？是吧？还讲，是吧？完了，是不是还得拍一下你？对，拍一下，太危险了，还容易炸。完了，你过，叫什么过不来的这个？这有什么过不来的？我就问问你，这练八年，你康复来的吧你？让大卡车压过是吧？假肢都比你这灵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练八年？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他还跟我开玩笑了。我给你来一个我练过16年的绝活。16年这样呗？这有什么呀？就是一骗子，我告诉你，骗一天是一天，就这货。算了吧，哪儿跨年不能跨？听他呢。真行，我给你来个死。骗子，我给你来个练过32年的绝活，各位啊！躺下打滚啊！你这就起来，行，你起来吧。活蟑螂，你说一个，这都是开玩笑，你够下本的。来不了，三句哈哈两句笑，各位，哦，啊！我真正会的绝活，您会什么呀？口吐莲花。哦，狗吐莲花是吧？你吐莲花？你自己说狗吐？口吐？我发音这么标准，你都听不清楚吗？口吐莲花？但是我耳朵不标准，主要是。哦。口吐莲花，对了，是一什么玩意儿？我听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给我端过来一杯水，怎么样？我能当着大家伙的面啊，我能啊，咕咚咕咚给他喝喽。哎呦，那您可不如我了。你要给我拿过一张饼来，我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我吭吭吭吭给他吃喽。喝水谁不会啊？我不光能喝喽，怎么呢？我还能吐出来。我可能差点儿，咱俩这个路不一样，我吐是费点劲了。我吐出来不是一般的水。那什么水啊？口水。好几千人瞧你这是吐哈喇子玩意儿。吐出来一个水球。水球？绕着剧场转3圈。啊？停在剧场正中间，啪！又会怎么了？打开了，是一朵水莲花，里面有一个人在那洗澡。谁呀？于谦，于老师。边洗边唱。就我们这影帝。影帝呀。哦。于老师边洗边唱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大概10秒钟，啪，落到地上还是一滩水。就这个绝活，我跟你说，不是跨年我都不演。哎，演一个，
来，自打影帝之后还没见过于老师呢。行，演一个可以啊。来。但是这个变戏法啊，他的请神接仙，我自己个儿的力量很小。您这一句话我一半没听懂都。还我自己个儿，我自己不就完了？我自己的力量很小。怎么还请神接？哦，还有这个。神仙帮助我。咒语。对了。哎呦。念咒语。哇。他的有锣呀。神仙听锣音才能出来。帮衬我。神仙都是猴啊。听锣音儿扯耍猴吗？是不是？你不懂，不懂。怎么还有锣呀？干嘛？是您的意思没有锣就来不了？对呀，没有锣不行啊！我今天出门啊，比较匆忙，没带锣。您平时出门都带着锣？谁有？谁带锣了？我就纳了闷。找东西代替也行啊。好几千观众，谁带锣的借我们用用？哎，我们不白用啊。孙老师，怎么了？您的脑袋就可以代替锣。您等会儿。圆崩崩可以。您等会儿，您见过锣是圆的吗？圆的吗？不是，我这脑袋代替一下，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于老师？我确实想看于老师搓澡，这是。就我这就行哈。对，不耽误您事儿就行，哎，我无所谓。但是还需要锣锤儿。哦，敲锣的。哎，谁带着斧子呢？没有。您等会儿。菜刀也行。你别菜刀了，玩命呢？那一下不就死了吗？那个。哎，这菜刀像话？哎，这扇子就可以，扇子就可以，哦，这得好比罗锤。哎，还比罗锤。哦，咱们这就开始啊。哦，这您要咒语。那当然了。完了，我就把脑袋给您。哎，这就开始啊。您那个学位注意点。一二三，二二三。傻罗。您等会儿，您打完怎么还骂街呢？傻罗呀。谁傻罗？不想啊。您没听见呀？啊，这啪啪两声，这你们家的锣啪啪的呀？那我这脑袋只能出这声啊，哐哐啊！您等会儿，我这肉的，你拿嘴削啊？哦，你打拿，你没说清楚，拿嘴削啊？行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，迟钝锣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敲半天才响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快着点啊！不快着点不就完了吗？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。弱智罗，我好不了了，我没法跟你演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锤到罗明啊！就打一下响一下，同步的呀！啊，行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通通。跟随师傅上茅山，通通。茅山有个毛老道。哐哐，他把戏法将我传。哐哐，教会徒弟整八个。哐哐，倒有七个成了仙。哐哐，只因我贪玩没得到。哐哐，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。哐哐，下得山来无事干。哐哐，变个戏法打架关。哐哐，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，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，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，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，先变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，再变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，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，珠倒卷帘，哐哐。哎呦，倒卷帘，哐哐，对，哐哐哐，珍珠倒卷帘呐！哎，哐，哎，于老师呢？那老骚猫呢？人呢？我试试锣，走，试试锣。怎么眼泪都出来了？我都充血了，眼睛知道吗？你哭什么？你试锣快一万下了，知道吧？试试锣，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这个怎么了？这不，我好家伙，我的资金泪都下来了。说相声说哭了，我天哪！没受过这委屈，我跟你说。我天！再说了，没有水啊，朋友。
您能有什么话一气儿说了吗？没有水啊。这不给你，我给你拿去，我给你拿去。跨年啊，各位，咱得嗨起来，知道吗？咱得玩起来，玩胖子，差点走过了。矿泉水啊，矿泉水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吐出来，于老师可是白的啊。于老师本身就不黑。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少喝点，再喝于老师没了。哎，可以啊。你，哎，咱说好了，一会儿我请神接仙的时候，您不要说话，知道吗？哦，那行，我一句话不说。哎，一句话不说也不行。怎么呢？我等我把所有的神仙全都请过来，水喝下去，马上就要吐的时候，有您一句话。我什么话？喊我的名字。你们岳云鹏？啊，不行，那是我的艺名。岳龙哥。柳宁儿。不是不是。就是我的魔名。什么魔名？啊，就是您魔术门的名。哎，魔术名的名字。您魔术门什么名？姓拔，单字一个拔。哦，您叫爸爸。姓拔，单字名拔，记住了吗？前腿弓，后腿风，抱拳拱手，拔拔，您倒是喷呐。伤敌一千呀，自损八百。啊，就是您，你马上要吐的时候，我吐的时候，我就抱拳拱手啊。哎，行，可以吗？行，我不多说话，行吗？好了，来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怎么了？您一拿它，我都含糊，我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咱商量事儿行吗？您说。您看啊，既然我这么配合您啊，您是不是给我点优惠啊？什么优惠？就是罗冕了。不行，神仙啊，就指这个罗音啊，他出来呢。哎呦呀，有罗音了，我出去看看吧。神仙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这是没有这罗音出不来。你等会儿，这是神仙，这是你们村长啊。哎呀，有罗音，不是您意思非得有这罗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往这拘他们啊。哎，那我退一步行吗？您说，就是这罗锤，您交给我怎么样？您自己打，我自己来。那音儿可得响，您放心，要不然神仙听不见。您放心，我马上神仙都闹得很，听着。我试试，我听听来。啊，我自己来啊。啊。哐哐。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你？哎，新词儿。嗯，您什么意思？声小啊？那可不是嘛。哐哐。手劲儿得大呀，咣咣两下，2020歇一年得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来不了，您就这么着吧，您就可以，我您歇一年呀，我这就开始啊，一二三四五。啊，通通金木水火土，通通要把戏法变，通通还得从头数。通通一二三四五，通通金木水火土，通通要把戏法变，通通还得从头数，通通一二三四五，通通金木水火土，通通要把戏法变，通通还得从头数，通通。你这干嘛迷路了？允许忘词吗？啊，你忘词，我罗可跟着呢。你想过我们点一二三四五，通通金木水火土，通通要把戏法变，通通还得抓把土，哦，通通一请天地动，通通二请鬼神经，通通三请毛老道，通通四请孙伯龄，通通五请桃花女，通通六请老济公，通通七请猪八戒，通通八请是唐僧，通通九请是彩虹，对，通通十请一条龙，通通你带请野狼来了，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？废话，我歇死你得了。我这彩虹还一条龙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左手跟我一起画个彩虹，右手跟我一起画条龙。这为什么人家成名？这是神曲啊，
就是神仙在赞助的一种曲儿啊。神仙赞助的曲儿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手画一条，我唱不了。您唱不了，你可在那说了。我没学会。不是，这叫沾神曲儿，就算神劲儿了。行，来，继续来了啊，继续来。什么继续来？什么继续来？什么继续来？我刚才跟你说了，不要说话。怎么说话？神仙脾气大着呢。神仙走着，落叶没油了，那我回家吧。人家就走了。就是村长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着？打头来呀！啊，先打头来。我叫岳云鹏。不是这儿。打第一句来呀。一请天地动。通通。二请鬼神惊。是十请条龙吧，就是从这儿开吧。请来马连良。通通。再请谭富英。通通。请来是黎明。通通。再请郭富城。通通。请来梅艳芳。通通。再请郭德纲。啊，通通。请来郭德纲。通通。再请梅艳芳。通通。请来梅艳芳。通通。再请郭德纲。通通。早请早到。通通。晚请晚到。通通。如若不到。通通。铜锣相叫。通通。抬头观看。通通。众仙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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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通通。通通。爸爸，您倒是喷呐！爸爸，您倒是喷呐！这什么玩意儿？